上去吗？那等下拉到最远吧。先看大哥。现在要搞什么？来排水哦！来排盖子啦！好一点，好一点了。开始了。好，下面，下面。去哪里啊？对，你要可以去看看一下。那
在这一馆是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东平直销站。这一站呢，就是说我们在地呢农友，他们用当季新鲜的水果或是蔬菜进价，然后我们供货的农友大概有40几位，那客户大概有100多种。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说，他们自己包装、自己成价，然后自己定价，跟外面比较不同。对，这上面还有他们的名字。还有我们那边有一台豆苗，对，有名字、价格、还可以，对。啊，这农夫底下一台叫做电脑，在那边按住，都能清楚他的。这些 QR code 就是身份证。我加加加多少钱？现包在上面都可以查得到农友的身份。有。哇，他叫 QR code 有没有？我以为产销履历，产销履历。对，上面都可以看得到。他讲几种？然后这边更多的特别就是我们葱的产品，那我们有将这边还有就是葱做成冰淇淋啊，葱的调味品等等，然后还有葱的冰淇淋，对的，产品的，我们左边，葱可以做成冰淇淋哦，其他微博专门葱。对，那我们有特别就是我们的葱油，用青葱去做成葱油，可以放香油或者是非常香。沙细炸啊，沙细炸。对，刚才有青葱做的奶油果酱。这个是谁是给你们？你是想？我就是找团队的。我你把这个打开。我阿妹就帮他打到去了，他过来跟他弄打。那像这边呢，就是有常温的部分，有青葱做的葱的蛋卷啊，还有葱的面，像对面也有。葱的面。是的。什么叫葱的面？我们的就用葱入馅在里面，对它煮起来会有葱香。那调料它去了。那葱明面。吃了会聪明的。这是葱油饼，农产品，这个表农产品在，对，这左右。那还有看一下我们冷冻系列，我们冷冻系列更多。啊，你冷冻系列有诶，葱油饼那些葱夹饼。对啊，我们有很多，像我们有葱做的披萨、葱做的水饺，还有葱做的夹饼、跟葱抓饼、葱馅饼。品相非常多，有10几样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不一样的，都是非常热销的。哦，每天，对，一年只休息2天，除夕跟初一。对，然后像很热卖的，就是这前面这几个，像我们的抓饼、馅饼，就是像市面上的。对，抽的冰淇淋吗？请拿抽的冰淇淋。还有一些葱的伴手礼的部分，台湾的。对，非常多品项。对啊，跟着我，
跟葱油或者蒜蓉配比差不多，对呀。它是用做一个礼盒，里面就是装葱的冷冻商品。聪明玉米，对，它里面可以装葱的冷冻的那个产品。哇，里面不会先来洗吧？这两边主要是坐在上面的。有我给你的厂师呢，一根那个信聪聪，一根。他差不多几年了，第三批。信聪聪。啊？他家里有啥？他家里有啥？这是毛用的。你讲的有啥？我靠你几多？我刚才已经搬到这个饼干市场，我都把当做什么？而且这些产品比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对对对，小朋友消费市场哦，不知道。这条电视迅雷，迅雷。黄爷，那我们先走。好，我们先走。还有，还被人家给我合照啊！外面是零，我们等下外面排。外面啊，外面有合照的，对，已经外面排队了，都在外面排。很多小学生。左右都可以，小朋友，前面三二
一，看这边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。三二一，好，几位？一位，没有，要后面排队啊，后面排队啊。好，谢谢，后面排队，下一位。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三二一 ，OK， 下一位。没有，直接上。一二三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手机哪一个？哪一个手机？相机来，帅帮我拍一下啊。相机。哎，先拍，没关系，他蛮好。到前面来，啊，给他拍。二一。OK， 好，谢谢下一位。来坐，太好了，左右三二一 ，OK， 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三二，谢谢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这边，三二，下一位，三二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这边，靠近一点哦，可以靠近一点，三，OK， 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来左右，来三二一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三，来二一，好，下一位，可以握手，三二一，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，左右可以站哦，没关系，站好在前面，二一，好，下一位哦。两边都可以站。下一位。好，看前面啊，对对，看前面。一二三，二一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啊，好，谢谢哦。看前面啊。好，下一位。两位。好，下一位。群众，来跟你一起聊吗？没关系，用同一台。我单独。我现在单独。有，我有合照，都有。三二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好了，下一位，这是谁的？他的。三二一 ，OK， 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。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三二，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哎，这下位。三二，好，谢谢。三二，好，下一位。这个一起的吗？他有，那就拍这位，来，看前面啊，看前面。好，下一位，这是谁的？是的，今天是熊熊在直播，现在在三星冲的那个文化馆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，三。好，下一位，一样，同一台，可以，三，我帮你，好，谢谢，他起来要帮我排，三，二，一样 ，OK， 好，连拍嘞，这台是谁的？三，二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来，请上，左右，两边都可以，没关系，站前面，看前面哦，二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！好，全部，他们那个三星车，太阳照相机，帮他们拍一下。来这边，来，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。我到底对啊？跨桃琴，三二一 ，OK， 好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谢。不会，你不是传给我吗？
那个。我来造了，哎，厉害，造了，造了，造了。合照合照。来老板们笑一个，冲动好礼。OK， 好，谢谢哦。人家人家来来来，不小。好，这个行程就到这边结束，等一下到下个行程再直播。